里是要剪头发，要剪头发，快点帮他套上垃圾袋。我还在研究这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哎、欸，所以你根本不会使用。不会、啊，我们今天才去买。那你怎么三个洞？哇，好专业哦！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这什么啦？不是，我要只让它哦，它那为什么有三个洞？天哪，是三个洞！怎么样？这样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是小鸡，很多小。就是慢慢那样啊。好，熊熊不要出来，不要动，不然你会跑头发进去啊。好，这样。我的助理很像观众，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用。他说我不要给妈妈用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们的助理有点寒门。请问你有想要剪什么样子吗？两根，这两根一样。好看。好，我看一下你的头型，我们要怎样剪？好。哎，这里要撸掉。不要管你事。Hello， 还没开始哦。表情可以不用那么多呢。干嘛啦？我要剪的，我们先看。我讲小力，自己帮我讲起来。嘴巴不需要嘟起来吧？好。哇，这样好可爱哦！自己拿好接头发哦。不要乱动哦。你要先跟大家说是你自己要剪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因为他觉得他头发就是吹洗完吹风机要吹超久，他就说你帮他自己讲，他自己讲。所以怎么样？剪头发。爸爸有逼你吗？爸爸有逼你吗？是你自己说要剪，对不对？说大声一点。不然等一下大家。你的手在后面捏他吗？不要乱动。好，开始喽。这个是裁缝的剪刀吗？对，因为这比较利，是我们家最利的。我先把一些长的修剪掉。好痒哦。好，不要动哦。不要动，这样。哎，助理。帮我扶着他的头啊，在干嘛？助理在旁边看戏。助理挡到我的镜头了。很痒吗？什么感觉？好痒。哇，好帅哦！好痒，好可爱哦！不要烧我痒哦！他说不要烧他痒。耳朵不可以动吗？不可以笑，不可以笑。你笑这样很可爱哎。他一直觉得很痒。哎、欸，我真的，他真的很专业。怎样，欧尚？我说太帅了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要称赞很帅。我在比你妙一点。好，后面等一下再处理。好可爱哦，变得很利落、哦。对啊，好清爽。可以抓痒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抓痒。我帮你抓。哎、欸，你看你这里少了很多啊，等一下我们再修短就很凉了。好帅呀、哦！哎、欸，好帅耶！好可爱哦！你的右边，预备开始。好，不要动哦！哎，好痒。对，你不可以，这个助理很不耐烦，刚才凶小孩。哪有？点餐啊！你不要耶！停止！可以注意一下你们孩子的头吗？耳朵注意起来啊！助理可以这样捧着客人的头吗？哎，助理的汗在滴耶。助理真的是用汗换来的啦！哇，很帅哦，很帅哦！可以帮他踢一个闪电吗？你有办法吗？我不要闪电，我自己在。那不然你要什么？哇，好帅哦！拿镜子给我看吗？拿镜子给我看。拿镜子，拿可爱一点吗？麻烦一下。有礼貌的小孩啊！哎，很帅耶！看一下，帅吗？像爸爸一样。像爸爸一样，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帅。因为这里有肉洞，所以我们这样转过来，才不会刺刺的哦。好，阿迪好，好帅哦，好，很棒哦。欸、这次帮我拿一下，有点老皮。不会怕。不会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很棒哦。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？啊？好老皮呀！他觉得很痒，他的肩膀一直耸。请问你在笑什么？你觉得很痒吗？哇，后面都剃光光了哎，好舒服哦！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小力一点哦，他真的会怕你。我们开始剪了，你想要多长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哦，这样是蛮多的哦。好，就是这样。
大钢笔大概怎样？大钢笔这样。你看镜子，我先，因为它后面真的太长，就先一把把它剪掉。哇，一把直接剪掉哎、欸，这个给他留作纪念。你看层次就是。啊、不需要，正常剪就可以了。哦，他要跟你完全一模一样，很难哦。爸爸是脸的部分加分，我剪超多的，可是他头发还是超多哎。他前面变得很帅哎，一个人在那里照镜子都开心。而且你嘟嘴是什么意思？看这样很像少爷，你看很专业呢哈，专属设计师。美甲师进化成甜点师，现在还有化妆师，然后现在是发型设计师。那我真的十足全能。他好像很满意他自己。其实好像蛮厉害的，我一开始以为你会乱剪。小朋友不要乱动，我没有乱剪，我都是很发自内心的对我的观众们。助理帮我拿，我要看你有没有剩。哎，这里有点长，这里。不要看到我。这位客人感觉，嗯，很棒哎、欸。你是在假装？我是认真看，我在看有没有对齐啊。低头不要笑哦。低头一下，咯叽咯叽咯。有美发师会那么疯吗？爸看，爸爸看，抬头。哎、欸，天哪，也太帅了吧！那个是在刷腮红的吗？这个是刷粉底的。哎呦，我要把它留发吹干。一九一九。他刚才发生什么声音？把头发吹掉，助理去扫地啊！哇，妹妹要帮哥哥扫头发、啊。妹妹，你是要扫地吗？欸、他刚弯嘞，他刚弯嘞，你看他，你看他。那你现在到刘海了，刘海要剪，不然你太丑了。太丑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刘海，刘海，正好嘛，刘海没有刘海呀、啊？好啊，可以啊，从这边哦。没有刘海，确定哦？不要吧，不要了，你有刘海很可爱。慢慢一点点剪，一点点剪。可是我不喜欢刘海呀、啊，刘海会遮到我跟看见自己的眼睛。越来越乖、欸，你小时候都很难剪。以后爸爸就帮你剪到你18岁才可以去给别人剪哦。为什么？这样很棒啊。嗯。你就可以说是爸爸剪的。太可爱了吧！妈妈可以住嘴吗？很好。有助理那么失控的吗？那你来看哥哥剪小头发。你说说说看。什么？你什么头发？小头发，等一下换你喽。不要再给我配音哦，试试看。哎，他手上的剪刀很可怕，你不要惹他。这个客人很享受哎，他眼睛闭得很享受。你这个手法是什么？我不懂哎。就是。对，因为我不想要剪到它外面，要从里面开始打包，我就顺便教学一下，就是这样拉起来，然后剪发里面的发根就可以打包，因为它实在太厚，你看。没有东西啊。有啊。哥哥头抬起来。它好可爱哦。真的很可爱。我们全新的小册。小心哦，不要额头剪一个洞哎。有新的小客人，还是让我来剪。没关系，你不要毁了我的作品。还没身上设计师就想剪。一九一九。你有听到他一九一九吗？这个会会的，那就差不多这样了吧。干嘛？快点吗？冰敷。烫的会烫吗？还好吗？我看有没有烧焦味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很帅。哇，哎，很清爽。刚才那个尖叫会笑死。没我的。快点给他看助理。镜子呢？助理，镜子呢？可以专业一点吗？还有客人要看。帅吗？他好像很满意耶。你自己觉得帅吗？他很喜欢自己，他很喜欢自己。太帅了啦。后面有没有长长的？哎、欸，真的蛮成功的哎。好了，这样你数到10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啊，不算，重新。等一下，这样。好，开始数。一哟。结果，结果，结果，结果。好了，完成。你满意吗？很帅。那你有说什么吗？谢谢。谢谢谁？亲一下，好，亲一下。不需要这样子。啊，你要看姑姑。
转转，啊，这个是硬要转呢、欸。好帅啊，成功！妹妹要上刑台了，我们要坐云霄飞车喽。我们的助理很乖耶、欸，在这里扫头猫，颜色头发会不会太多了？满满的哎、欸，太秒了，太秒。可是你上一集说你是贵妇哎。这一集变成劳碌命。拍 MV， 女明星拍 MV， 哭，转过来笑。给我一点悲伤的情绪，哭。不要再整妹妹了哦，妹妹，你要剪头发了哦，剪漂亮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主要它是刘海啦。哇，跟哥哥一样有镜子。我想要帮他刘海剪短。哦，太短太短太短。我也可以可以。而且他在自己 check 有没有漂亮啊、哦。好，宝宝看。哦，真可爱。宝贝。请问助理。哎、欸，助理，先帮我把它绑起来，我要看。好可爱哦。你们看起来很手忙脚乱哎。是我们的默契。哦，好漂亮，漂亮，漂漂亮。的猪妹。是错了，是小妹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它很认命哎。太可爱了吧！它就像认你姐的。我要看。好了好了。起了吧，要短就让它短吧。啊，好短、哦！他没有剪过那么短的刘海。没有。试一下、哦。好想哭哦。小呆瓜。那首歌怎么唱？怎么能哭不出来？那首歌。你确定你要唱歌 ？Oh my god！ 我真的笑不出来。好了。好可爱哦，蛮可爱的。鬼娃娃恰奇，不是，就是那个、啊、我知道那个艺术家。对，我们没第一次尝试极短刘海耶，很可爱耶。真的有可爱吗？很可爱啊。你说漂亮妹妹，你用漂亮、嗯、漂亮、啊、漂亮、啊、哇、啊、你用漂亮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是在打哈欠吗？是不是剪太久了？可以有一点空气感就可以了。剪好了吗？好可爱哦，还打哈欠。哦，好想起来了。是麻药麻药。拍手。拍手。太棒了，我们终于有一集是没有整人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妈妈，你要剪了。我没有剪。好，我帮妈妈剪。不要，还要整人啊！不要。你帮我们剪，剪到手部，然后输的帮对方互剪。好啊，那你输了要剪你哦。好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要整人了！但是你应该没差吧？哎、欸，我刚才帮你们要叫做结尾，结果突然来一笔。好啊，不然也帮他像妹妹一样剪刘海。我不要这么短。还是你直接剪短发？不要。利落的那种。我们要那个说到做到，不是？我们要不服输，不是？我们要什么？说到做到，我们要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，上刑台。来，请这位助理直接坐上去。哎、欸，这个婴儿椅会帮你。我们这大人都可以坐。真的吗？只是不确定那么巨大。他也刚好觉得刘海好了，也长了，可以稍微剪一点。哎、欸，小倩拿这个给我。哎、欸，但是不要整他，就是帮他认真的剪。啊，好，我先询问他你要剪怎样。就是短刘海一点点。跟妹妹一样短。没有，就是、一点点。你知道我要到哪里吗？对呀对呀，你知道我到哪里吗？对，你要整它，你就剪一点点就好。这样可以吗？要再短一点吗？好像可以。再一点点。不然把布丁头的都剪掉，大概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他感觉会现场哭出来。等等等等。可以吗？啊？怎么好像偏短？你这个没有摔，没有要摔完，摔完就会更短。你看一下，
是说好不整他的吗？没有整他。没有要那么短。看一下吹碗放下来是有多短。还蛮好看的、啊。太短了，这洗完头再丢下去。这跟你预想的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。不会啊，跟妹妹有母女头啊。我不要那么短的。快点，你把妹妹抱起来，母女头。那没有办法性感啊。我觉得蛮可以的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。你儿子害你的啊，他提议你要剪。啊，剪的好看吗？他很没有很丑啊。没有、欸。他说没有很丑哎、欸。我觉得很短哎、欸。看来这次大家都蛮成功的，蛮满意的吧？妹妹满意吗？满意。还是超可爱，我觉得好像什么主题都难不倒我耶，怎么办？还是大家想看我在做什么主题，请留言。下一集就是我剪他头。没有没有，大家比较想看我。好，跟大家说拜拜。